做咩全部嗰些啊？咩啊？咩事？我哋嚟抢新娘。俾多三秒钟，一、二、三，确定答案。几号？一、二、三，冇啦，冇俾红包啦，唔使谂噶啦，系。要而家写打勾啊！好簡單一個，要間鋪寫蘇仙嘅名出嚟俾你。嚇，蘇仙，一人一個名。蘇仙嘅名。誒，老婆嘅 alphabet 都唔識啊。蘇仙嘅名係點樣寫？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三。一、二、三。有。差唔多。少少水入咪？唔係喎，我都係熱嘅喎。快啲咯！係啊，快啲兩個，錯紅包嚟，俾紅包先。飛景卡差優幾錢？轉估錯一次兩封啊！如果唔估咧？唔估我包平。老婆個唇印都唔知係邊一隻。咁呢個邊個嘅？真係好失望。佢老豆嘅。佢老豆唔係咁喎。Wouldn't miss it for the world.你是夫妻，我愿伴你度过幸福的一生，美好日子，我一生爱你。看到你，我怕触电；看不到你，我需要充电。没有这漏电，如果没有你，我想我会断电。爱你是我的职业，想你是我的事业，抱你是我的特长，懂你是我的爱好，吻你是我的专业。吵架也好，斗嘴也好，开心也好，出气也好，你永远是我心中的最好。对于世界而言，你是一个人；但是对于我而言，你是我的整个世界。愿和你执子之手，与鸡盖楼，老婆。让我们一起看着日出日落，在柴米油盐中慢慢变老。老婆，我爱你。